望福音第十七章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，便举目向天说：父啊，时辰来到了，求你光荣你的子，好叫子也光荣你。因为你赐给了他权柄，掌管凡有血肉的人，是为叫他将永生赐给一切你所赐给他的人。永生就是认识你唯一的真天主和你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。我在地上已光荣了你，完成了你所委托我所做的工作。父啊，现在在你面前光荣我吧，赐给我在世界未有以前我在你前所有的光荣吧。我将你的名已显示给那些你由世界中所赐给我的人，他们原属于你，你把他们托给了我，他们也遵守了你的话。现在他们已知道凡你赐给我的都是由你而来的，因为你所授给我的话我都传给了他们，他们也接受了，也确实知道我是出于你，并且相信是你派遣了我。我为他们祈求，不为世界祈求，只为你赐给我的人祈求，因为他们原是属于你的。我的一切都是你的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的，我因他们已受到了光荣。从今以后我不在世界上了，但他们仍在世界上，我却到你那里去。圣父啊，求你因你的名保全那些你所赐给我的人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正如我们一样。当我和他们同在时，我因你的名保全了你所赐给我的人，护卫了他们。其中除了那丧亡之子，没有丧亡一个，这是为应验经上的话。但如今我到你那里去，我在世上讲这话，是为叫他们的心充满我的喜乐。我已将你的话授给了他们，世界却憎恨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属于世界，就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。我不求你将他们从世界上撤去，只求你保护他们脱免邪恶。他们不属于世界，就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。求你以真理祝圣他们，你的话就是真理。就如你派遣我到世界上来，照样我也派遣他们到世界上去。我为他们祝圣我自己，为叫他们也因真理而被祝圣。我不但为他们祈求，而且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从我的人祈求。愿众人都合而为一。父啊，愿他们在我们内合而为一，就如你在我内，我在你内，为叫世界相信是你派遣了我。我将你赐给我的光荣赐给了他们，为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就如我们原为一体一样。我在他们内，你在我内，使他们完全合而为一，为叫世界知道是你派遣了我，并且你爱了他们如爱了我一样。父啊，你所赐给我的人，我愿我在哪里，他们也同我在一起，使他们想见你所赐给我的光荣。因为你在创世之前就爱了我。公义的父啊，世界没有认识你，我却认识了你。
这些人也知道是你派遣了我。我已经将你的名宣示给他们了，我还要宣示，好使你爱我的爱在他们内，我也在他们内。